欢迎回来。在台北后花园阳明山马槽地区，有一片林家传承了三代的土地，原先只是一片荒芜，但在第三代林振华的绿手指接手打造之下，成为了一片生意盎然的自然景观农园。来到这个地方，不只可以欣赏四季花卉，曾经当过厨师好多年的林振华，更用自己亲手种植的作物料理出一盘盘淳朴的美味美食。每位来访的旅客们都可以在美食美景的环伺之下，享受大自然的美好。小朋友们趴在草地上开心寻找蚱蜢，大人们则在一旁把握惊人花季，拍拍美照。这片在阳明山马槽一带，生态丰富、绿意盎然的园区，坐拥好山好水好空气、得天独厚的优势。游客玩乐的同时，这戴着斗笠在农园里穿梭的身影，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林振华。他得赶在午餐前整理照顾园区里的各种农作物。今天要采收这个是我们的秋葵，时间到了，每天都要来给他采收。分散在园区里各处的作物，就像他的小孩一样，全是用汗水换来的心血结晶。从秋葵、茄子到玉米、苦瓜，还有园区里种最多的招牌地瓜、黄皮黄肉、台农57号。大面积、种类丰富的农园，使用回归自然、永续的自然农法，全是绿手指林振华一个人，不管风吹日晒雨淋，天天细心呵护下而来。接下来还得赶紧去采摘当令食材，准备季节限定的午餐料理。金针花来讲的话，它是可食用型的，对。那金针一般我们在采来讲的话，采像这样子的。它这样含苞的，八九月夏季限定的金黄色金针花，不止装点了园区，也能入菜。提着小桶子，新鲜现采。接下来脱下斗笠之后，林振华进到厨房，立刻变身厨师。金针花洗净后，热锅里先用姜丝、蒜头爆香。加入香菇后，就换刚刚新鲜现采的竹藻，金针花登场。那金针花本身它是脆，口感吃起来是属于比较脆一点。那搭配香菇，香菇是比较软嫩的。那炒的时候来讲的话，我们在煮会放一些蒜头爆香，那还一定要再加姜丝。为什么要加姜？姜本身来讲的话，它是有比较暖的效果在。大火快炒，炒金针香菇，香喷喷起锅。新鲜现采的金针花让口感更加鲜甜。但手还没空停下来，接下来还有炸金针花。那我比较习惯是用这样子，有点开度的。那有点开度的这种，要时间点要抓拿捏的比较好，就是它一定要清晨。清晨的时候，它花准备要开那个时候去采，它才不会全开。这样子开度来讲的话，它炸出来，它第一个形状也比较好看，不是像单纯这样子一根，那第二个吃起来口感上，它这个吃起来甜度比较甜。同样是金针花料理，但讲究的林振华坚持炸金针花得使用超限量，只有清晨时分才采得到的半开花朵，简单裹粉酥炸，保留自然原味就能上桌。就是朋友一直介绍，那我就过来，想说今天天气很好就过来。阿金说他们的菜呀、都自己种的，它海拔有600多，所以很凉爽。所以我很喜欢来这里用餐，而且这里的菜我也吃得很合适的。蔬菜的话都是自己种的了，包括这个金针、地瓜的空心菜都是自己种的，就种在旁边而已。园区里就看得到的食材来源，让游客们吃得更安心。除了季节限定的金针花料理之外，桌上同样金黄的还有招牌地瓜料理，也是小朋友的最爱。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道菜？那个薯片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甜甜的，很好吃。刨成薄片炸成的黄金薯片，或是铺在咸猪肉底下当个亮眼配角的炸地瓜丝，都是使用餐前采摘的台农57号地瓜。林振华的料理口味淳朴自然，没有过于华丽的调味，就如同他想守护这片土地的心，简单却真诚。
这块农田来讲的话，在我阿公的年代里面，他有数甲的田地，可是到现在，到我传到我这一代，我算第三代，到我们手上的时候，只剩下我们这一块土地而已。那如果我当一个孙子，我不守住他这一块土地，谁要去守住他？在外打拼当了9年的厨师后，林振华决定放慢生活步调，回到山上陪陪父母，并守护这片代表他的根的珍贵土地。从种植海芋和各种农作开始，经过20多年，一步步变成如今模样。我有很多的农产品，我就用我自己的农产品来做我的菜，然后就搞到现在就变这个样子。可能我命中注定要当厨师啊。没想到种着种着又跟着作物走回老本行，重拾锅铲，让原本荒芜的土地如今变成充满生命力的景观农园餐厅。但要顾大片的农园又得长熟，林振华笑说，其实比过去当厨师还要忙，但因为是做喜欢的事，发自内心的快乐，从不嫌累。他非常热爱这片土地，他可以哪里都不要去，他就想要他这一片土地。那其实我很舍不得他这样子。平日还有其他工作的太太黄素清，偶尔会在店里忙碌时上山帮忙。看着林振华一个人默默扛起一切，甚至在今年初受了重伤，不舍之情全写在脸上。猴子来吃农作物啊，就为了要驱赶，然后就会用所谓的那种驱猴炮，然后哪知道那个是 NG 品。就这样子，他的手就炸伤了。到医院的时候，只有四个字形容，他的手呢，这血肉模糊。但就算伤势严重，直到现在做起事来还有很多困难和不便，这也未曾动摇林振华守护这片土地最坚定的初衷。但也没有因为这样子想要放弃过。不会，会想说怎么去改变自己的方式，继续守护这片农园呢？真性情的林振华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守护住这片土地，看着游客们欢笑着享受农园自然风光和他从种植到烹煮的料理，就是在他眼中这片土地最宝贵的价值。